你若想到来人夹机，是不是知影生意甲催人拢不在，惊我一个人孤单，专工来陪我？我来等人。等人？等什么人啊？为伊一提树木，为伊复杂的寿命，以利无言。谁说的？我捡到就是我的，你们就是你凊彩讲讲的，我就会将伊送做你的青梅馆。至少我也爱先将伊的刀刺抹掉，搁抹精油起哩，让伊配得起咱伟大任务啊！恁是谁啊？安尼青青公公走入来，当作这是领导走客。你一定就是找任小主，找你一颗乌汗子啦！你眼前这位是大名鼎鼎的黑龙之父，名叫叫什么名？冰沙流连连几何？这位是黑龙之父，冰沙流连连几何？你们要照着放亮点，又爱弯卡落去嘞，太多啊，爱卡尊重淡薄啊。好了好了，不管是连几何，也是好贵人，我是崔任小主的好兄弟。阮点去，麦听食饭盈盈吐高情，你这个王牌兵观察心，一看到真是歹心恶路多，必须七十五出山透风加落雨，被捡骨吹无路啦。叫甲鬼看是怎样，小朋友，虽爱较甜的，唔通歹鬼教子，歹人教言语。为伊，然后又何欢呼？徛一边去。是，拥护。什么是拥护？所驾之前，遥望地角历经金鳞喷大战之后，灵气散失，土地急速衰败，便分有形、住、坏、风四大部分。迄种土地乃属空壤，原该消失天地，是明沙流连用以毕生修为来巩固土地。还有现今的迄种存在。所以被黑龙之名尊为黑龙之父，是大地之父，所以又称任父。听起来真伟大的款，但有必要这样吗？这土地无路，迁居他处就好，何必麻烦呢？而且我看黑龙的土质也不是真好，根本证实不出什么物件，这样的居住品质真勉强。你是不傻？如果是千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，要问地狱哪个有这么多时代的悲歌？就是不问这个问啊，哪怕我问一颗莫偏的心。黑龙的问题不是您今日来处的重点。你有知道我来处的重点是什么？等人、找人、救人。